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又到我们向我们的主献上我们祷告赞美的时候。是的，我们要以祷告进入他的门，以赞美进入他的院。主啊，求你兴起我们，求主啊，求你向我们彰显你的心意，我们就要贴近你的心意，来用靠你的心意向你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齐声用下面这首诗歌。来向我们的主献上我们的祷告与赞美，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主。站在破口中，为这世代呼求，流泪如河，清清如水，祈求不疲倦。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世代。靠着圣灵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，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，按着你心意举手代求，站在你的应许中，你国度降临。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们的主，赞美我们的主。站在破口中，为这世代呼求，流泪如河，清心如水，祈求不疲倦。这世代靠着神灵祷告你我来焚烧我们，愿你轻轻守望的大军，爱心心坚定地当作地，用你的话清晨夜晚彻夜守望，向你求耶利米的心，大声呼求永不放弃。清晨夜晚彻夜守望，将你心意释放这时代，大声呼求永不放弃。清晨夜晚彻夜守望，向你求耶利米的心，大声呼求永不放弃。清晨夜晚彻夜守望，当你心意释放这时代，大声呼求永不放弃。清晨夜晚彻夜守望，耶利米的
的国家，我们这个世代，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教会都要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看顾我们，求你兴起我们，让我们能做合你心意的祷告，并且不灰心，我们不要放弃。主啊，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你，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特权，能够向你来祷告，好，赐给我们特权能够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主。主啊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哦，这时候心里有感动，想向我们主祷告的，可以在这时候开口来向他来祷告。哦，是的，感谢赞美我们的主。主啊，你的心意向我们这个世代显明出来，你的双臂向我们丝毫没有缩短。主啊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下面就让我们就用这首诗歌再来向我们的主献上感谢跟赞美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要真的再次在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祷告跟赞美。哈利路亚。主，我属于你，求你差遣我，就跟随你说话，我就顺服，勇敢爱你所爱的。我们属于你，求主开启我们眼睛，每时代向你呼召，你教我如何挣扎。要向你献上你的荣耀，主啊，全地要来高举你的名，哈利路亚！你向我们彰显你的心意，我们就要紧紧来贴近你的心，哈利路亚！紧紧跟随，紧紧跟随，紧紧跟随你心意，永不放弃。永不放弃，直到你的国家里。紧紧跟随，紧紧跟随，紧紧跟随你心意，永不放弃。双手，我们心与你合一。这时代要呼求你，呼求你的爱降临。走着
利愿你旨意成全，哈利路亚，诸天使都赞颂你的荣耀，哈利路亚，哦，众水也欢呼你的名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们要谦卑祷告，寻求你的面。主啊，我们向你祷告，和你心意祷告，你就垂听我们的祷告。这时代要呼求你，呼求你的爱降临，高举起带到双手，我们心愿人都称着名为圣，愿你的国度降临的旨意成全。主啊，求你的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你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。主啊，你开我们弟兄姐妹的眼睛，开我们弟兄姐妹的耳朵，我们就来紧紧跟随你，我们来贴近你的心意，哦，向你献上祷告跟赞美。哈利路亚，在我们这个最后敬拜的最后，主啊，你开我们眼睛，真的你吸引我们弟兄姐妹有感动的，在这个时候就会开口向我们的主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你。